派，每天飞小蛇、小妙招。现在清明前后呢，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出门踏青了。那么有时候呢，我们出门在外，有时候经常会忘记带几种贵重物品。其实呢，我们出门前呢，或者回家后呢，只要念上这四个字，我们就会将我们的东西呢不会忘在家里或者忘在外面了。赶紧来看一下吧。其实呢，我们出门的时候呢，只需要念上这四个字，那就是伸手要钱。这样呢，我们的贵重物品呢就不会忘记带出去了，这样呢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一个生活环境了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默念这四个字哦。第一呢，我们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我们的身份证了。像我们出门的时候呢，我们住酒店呢、旅游或者买车票的时候呢，都是需要我们身份证的。而且呢，现在大部分都是实名制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出门的时候呢，念伸手要钱。那么伸的谐音字就是我们的身份证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不会忘记带我们身份证了，这样呢，就不会给我们生活呢带来一点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出门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忘记带身份证哦。像我们手机呢，现在在我们生活中呢也是比较重要的。如果呢我们出门忘记带手机了，那么呢可能会对我们生活呢以及工作呢带来一定的影响。因为呢现在大部分人的工作呢都是在我们手机上进行的，而且呢如果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忘记带手机了，那么呢我们就支付不了钱了，这样呢就会很尴尬。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忘记带手机哦。第三呢，我们钥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哦。出门呢不要忘记带我们钥匙，无论呢是我们车钥匙还是房门钥匙还是工作室的钥匙，一样钥匙呢都不能落下。因为呢如果我们忘记带钥匙，那么呢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就没办法开门了，而且呢还需要请开锁师傅呢给我们开锁，这样呢也会花费不少的钱。如果呢忘记带车钥匙，那么我们出门呢就非常不便。如果忘记带公司的钥匙，那么呢我们工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忘记带钥匙哦。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带我们的钱了以及我们的钱包。因为呢有时候虽然我们现在用手机支付比较方便，但是呢有时候避免不了使用现金。如果呢我们遇到我们手机没电了或者信号不好的话，我们又没有带现金，那么呢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呢造成一定影响，而且呢会非常尴尬。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现金哦。看完这个视频呢，下次我们出门在外或者是回家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默念这四个字哦，这样呢我们东西就不会忘记了。喜欢就分享出去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